无骨鸡爪，还有丸子、贡菜、香辣脆。好吃啊，啊，酸辣生姜啊。对，先拿块生姜开一下胃。嗯，好吃，又脆又嫩。还有虎皮鸡爪。嗯。酸辣生姜一瓶半斤啊。特别嫩，好吃。这个生姜不带甜口，很好吃的。对，酸辣正宗。而且这个生姜的加工厂就在后面这座山的背后。对，嗯，我走路半个小时就能走到。嗯，你看这么大一片的，它也不老啊，都是那种嫩姜、紫姜。舒服啊，吃起来。嗯，太喜欢吃这个酸辣生姜了。嗯，我讲你是要吃半瓶啊。嗯，好像嘴巴里面没味道，来一块这个酸辣生姜，好舒服。好吃，是永生客的无骨鸡爪，每次吃这个鸡爪都很开心啊。嗯，还是活动价啊，93块。还是那句话，咱们的鸡爪不经过药水泡发，正常鸡爪大小啊，吃着放心。你们可以自己搭配一点黄瓜呀，垫在里面啊，很好吃，很入味。
而且它这个去骨牛筋每一个都斩了三刀，你看这个刀口，这个刀口，这个刀口，对吧？斩了三刀的话更加入味啊。对，改了三个花刀。酸辣口味啊。对，而且还有辣度可以选。贡菜好吃啊。一口一个。好爽啊。活动不是天天有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减13。